严谨的德国人，自大的美国人，谁比较难相处？他们的香蕉，一定要14公分，速度一定要2.7，他们才有办法在超上买。生活用度，它全部通通都要分等量分好。像我们挤牙膏，她的老公就说你只能用这样子。芝麻爱美国人的一个外国人，都觉得美国人真的很难相处，很自我中心，很自大。我很帅，我有钱，我很聪明，我没有宠坏这些白人。今晚9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